我知道了。哦，你的年龄，开门见山的说。36。那我们这个在有限的人力之下，我们希望说，透过这样更生动有趣的方式哦，那让一个机器人哦，用比较活泼的方式来引领信众认识这个庙宇的建筑，认识庙宇的严格，那认识主神的严格。祭祀日哦，非常多人要来，有点像医院的挂号了哈。那我们可以由这个挂号的助理哦，来为我们来做服务。那抽签呢，其实我们有时候这个柜台哦，这个在最多人来询问的其实是这个签没当搞盖子的，所以说有时候这个，但我们在这个签哦，这个签旁边都有这个签文的一个注解，它里面写的其实是比较生涩了。那所以说，如果我们这个当我们抽到签之后，有一个解签助理哦，那这个他可以把你的看到你抽了哪一支签哦，他可以再针对你要问哦，比如说姻缘、事业、健康，他会告诉你这个签大致的好坏哦，用大概3到5句话把这个结果给呈现出来。妹妹会害怕呀。